Testing 1, 2, 3。耶、yeah, ，终于，期待了真的很久，然后距离上一次也5年了，这一次会是个全新的 Odyssey Tour 演唱会，希望大家都来看。刚刚就看过很多其他站的那个演出的一些片段，嗯哼，是不是也很期待在香港看有挂的演唱会？有，我们其实从2019年就很希望可以来，但因为碰到疫情，很多都被延迟了，所以这次在红馆会是一个。人生中里程碑，然后我相信会非常的感动。刚刚就是说，最近在有健身对吧？就是会到时候脱伤衣还是怎么样？到时候对我们这个脱的几率蛮大的，会应该会蛮嗨的，加上灯光，然后配上音乐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拍一点啊，就是对吧？哦、好。那还有其他惊喜就是什么吗？小星星的。其他惊喜呢？演唱会也有舞蹈，有很多 EDM 跟 Hip Hop 的音乐，然后有，很多还有我弹钢琴，还有跟 Band Acoustic， 还有会专属为香港设计一个 ，you know for only Hong Kong 的桥段，所以会是一个非常舒压疗愈的演唱会。有什么歌曲是会唱的？一定会唱经典的、啊，像以后别做朋友，如果雨之后你好不好？永不失联的爱，很多。刚刚就说唱了第一次的怎么了？是，对，蛮 crazy 的，因为这首歌也不知不觉要4岁了，差不多，所以然后结果是第一次在香港唱，期待可以更常来香港唱歌。也是你第一次开四面台。对，也是第一次四面台的演唱会。对对对，听说红馆的四面台更近，所以说不定可以进到，可以跟大家自拍，就是可能要那个粉丝踊跃而来，就是来那个。对对对，可以准备好手机，还有其他的吗？握手可不可以握手？握手，如果很近的话，说可以哦，抱抱呢？有抱吗？抱抱可能就不方便了，因为我会在表演。会会会，肯定会。我觉得来到 Odyssey 演唱会，会觉得会认识更丰富的我，因为我在演唱会讲蛮多话的，然后也蛮幽默的，会讲一些创作的故事啊，或者是疫情的时候都做些什么啊，对。那你的金马奖是已经那个庆祝了，对吧？有，对，已经庆祝完了这个金马奖，我们连续喝了2天，原本说要3天，但体力不够。有醉倒吗？没有醉倒，但真的喝蛮多的。就是你的那个酒量还行，对吧？还可以，还可以。那接下来香港会不会请了一些嘉宾来看？嘉宾我们都还在讨论中，对。就是一定会请。对，还不去，对，这个要算公司的安排。应该会哦，对对对。他每一家都会去对吗？目前，对对，看看可能他有工作，所以看看之后的安排。那你整年都是在那个巡演演唱会，那结婚的安排要怎么样呢？计划？如果有好消息，一定会跟大家讲，所以期待一下。但是会不会太忙，没有时间去？今年真的蛮忙碌的，对。但就是现在还在讨论说要什么样子风格。的婚礼，对对对。那是在海外或是在哪里？还不知道。就是今年都是没事没办法，或是明年。对，可能 timing 明年会好一点。那你自己想要一个大宴亲朋好，还是说两个人甜甜蜜蜜？我觉得都会有对，一定会有一个蛮大的，对对对。我觉得不要有压力，然后食物一定要好吃，然后酒要够，就是爱吃爱喝就对了。对对对对。好，谢谢。
那跟女朋友的要求呢？未婚妻的要求。对。他你说的那些好像都是男生的比较多。哦，他还好哎，其实他非常随和，对。就是不要说我要海边或者是草地。哦，倒还好，对，我们都觉得怕有点麻烦。